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杰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为这个家付出了26年了，为什么连休息的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呢？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我不想孩子们过得那么辛苦。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人生苦短，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意听别人想要什么，总是固执己见呢？我们做父母的难道不应该处处为孩子着想吗？身边的人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偏偏他做不到？他总是说再等等，还不是时候。可是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呀。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按照我说的去做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王先生58岁，来自河南支援；女嘉宾肖女士52岁，来自河南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26年，是。听说您这个手握乾坤是吧？权力极大是吗？在家里什么都您说了算是吧？我就是想把这个家，有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想把这个家管好啊。关键你管是正向的管也行，嗯，他管是，你得听我的，嗯，我说了算，我就是家长啊。不管你们家里任何一个人都得听他的。行，这我就是受不了。所以就被管到我们这儿来了呗。对呀。现在实际上面是希望四位老师管管他是吧？对。啊，那您先说您怎么被管的吧。你看我们结婚26年了，嗯，我去年退休了。哎呦，真幸福啊！我退休以后，我就想着，那前26年，你看有了，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嗯，我就不是我了，我基本上为家为孩子啊。我们家情况特殊，我们是一对双胞胎，俩孩子呀，所以说就忙。幸福啊！幸福的一方面就是忙啊，特别忙，嗯，管好老人，管好孩子。还得工作，还得上班。嗯，现在孩子怎么样？现在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上研究生了。哦，研二了。俩人都读研吗？两人都读研。男孩女孩？男孩。俩儿子？俩儿子。行了，这就算孩子学有所成吗？自己工作也光荣退休吗？啊，是啊，现在孩子不用管了。那就应该幸福了。对呀，啊，孩子不用管，所有人一看都说，哎，你现在舒服呀。对。老人身体还行。对。自己能管着自己。人生赢家。对。孩子呢？孩子也不用管，嗯，已经上大学上研究生了，那多好呀！嗯，你这不是快快乐乐的过你的退休生活了？是的。他不让。为啥？他还让我去打工。为啥呀？我爱人退休了之后，还很年轻，我作为我们家庭中流砥柱，我还要为孩子、老人，包括我们俩今后的生活着想，想给我们多存点。那么现在。你退休了之后，是不是应该照顾照顾老人？我现在上的班也很忙，你能，是不是也应该照顾照顾我？不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他不让你干。我退休了，我一我不想上班了。好，可以、啊。我已经被管了这么多年了、啊，那我自由一点。当然可以了。第二，我之前我26年，我一直为这个家付出。嗯。我现在其实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轻松很多了，但是老爷子生病。一下子3年多，不停地住院回家，住院回家，其实也是忙，就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那现在老爷子不在了，就剩老太太了。老人其实能自己自理，我们80多岁了，但是我妈、她妈，我们都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老人其实现在是想清静，也不希望我们去打搅他生活，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去看看，每天下午打个电话问一声。没事儿，这就了了。其实家里还有个妹妹，妹妹也说了，说我去陪妈，也退休了嘛。但是老人也说了，你没来我也不让，你来我也不让，
你们都别陪我，我想清静清静，我自己过都挺好的。他不行，他非得让去陪着，老人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想过我自由的生活。老人想自己清静清静。不是您说你想过自由的生活，再具体点吧，啊。那我出去旅旅游行吗？可以啊。我跟朋友一块儿出去喝个茶行吗？没问题啊。我健个身行吗？可以。对呀，我现在时间自由，啊，财务也算自由吧。啥叫财务也算自由啊？我有退休工资，我自己花我自己的。儿子这么大了，你看我们孩子研究生现在是都可以硕博连读，我们研究生是全部都是保送的，啊，两个孩子都是保送的，然后他也可以硕博连读。那老大就说了，我今年已经决定了，我要硕博连读，我转博以后，你们就不用管我了。啊，我自己能管住自己了。嗯。那老二就说，我现在呢还有一年，我都毕业了，我毕业我不想读了。那我谈了女朋友，人家说我们俩一起就奋斗呗，工作呗，你们也不用管。我说那妈用不用再给你们挣点钱或者怎么着的？你知道我们孩子咋说？那你过你这日子都行了，你别管我们。因为我们孩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你说我能管住他？管不了。这叫教育的比较成功，已经明白了啊，我该自由飞翔了。行，挺好的，挺成功的，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那比如说我要去旅游啊，旅游那我没有代步工具，我们家一直经济条件不好，俩孩子嘛，然后我说咱买辆车吧，不行啊。为啥不行？他也说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两个孩子负担是很重的，还有老人。现在我就想着，我们一年一年也老了，老人也老了。那么虽然孩子上学还没有毕业，但是以后需要钱的开销的地方非常多，我们需要给孩子留下来。你去旅游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能够大手大脚，谁想想怎么花钱。买个车也不算大手大脚啊。他说了，买车可以是等到儿子结婚的时候给儿子买，咱俩就算了。不是，那你不是有退休工资吗？我退休工资都在他那儿了。哦，你们家钱他管啊？我们家他管。你看的是个什么车？多贵啊？我就七八万都行了呀。这工作了一辈子，买辆七八万的车要求高吗？现在买车对我们来说用途并不大。不是，人家要出去旅行，我们那需要旅行的地方很多，像我们那很好，有很好的旅游城市，很好的旅游景点，那不需要买车呀。你想玩，我不反对。不能现在大手大脚自我放飞。没有自我放飞，我听来听去就想买一辆七八万块钱的车子，一个五十郎当岁退休的女人，这要求不高啊。不是仅仅是这样，你看我们结婚了二十多年了，她从来没有随便大手大脚的花钱的习惯。那么现在她，也比如说主任，你看她身上穿这件旗袍挺好看的呀，哎，说买就买，花一下为啥不能买呢？几千块钱说都不眨眼，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旗袍没几千吧？两千块钱。好看，真的好看。你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行吗？我不反对你这样，我是想说，咱们结婚几十年了，那么咱们这个年龄……他结婚几十年，跟你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现在给自己买这衣服怎么了？对呀，我也是这意思。你是不是把他跑了？你说实话。我们俩的感情非常深，这方面我们非常信任互相，没有那个任何的。那就不对了呀。那她穿得漂亮，不是更应该高兴吗？主持人，我跟你说啊，说到底，她是怕我花钱。包括你看，二十多年，就说以前忙嘛，那现在我退休了，我说咱们也过一过二人世界吧。我们俩感情其实是一直挺好的。就这一阵儿，我都觉得她别扭得很。我说，哎，我过生日了，我得提醒她。孩子有孩子有老人的时候，那我们是没空。我自己也把生日给忘了。那我退休了，我们有时间了。我说，哎，我该过生日，行啊，过呗。然后我说怎么过呀？明天我一下面条，啊，一碗面条打发我了。哦，老抠是吧？也不是老抠，只要我们家过生日都是这么过的，就是下碗长寿面，打两个鸡蛋，一直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过的。但是他现在非要表示一个形式，我说没必要花这个钱去。那你说人是不是都应该有点仪式感？这么多年没有了，那我退休了，我觉得我该享受享受生活了吧？我把你儿子养大了，老爷子我也伺候了，那老太太现在不需要我伺候。其实说白了，主持人，你想过没有？像我们这个年龄，我大概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为啥呢？再过三五年，我儿子现在已经谈朋友了，
人家已经明确表示了，我毕完业以后我打工，我要上班，我要结婚。那你说三五年以后是不是孙子来了？孙子来了，我是不是接着要他又套上了枷锁，是不是又加上了？我这三五年时间他就不让我，他都不行。就是你要攒那么多钱干嘛？你告诉我，我要给我们孩子。你要给孩子干嘛？人家孩子说了不用你啊，一个北京一广州不用啊，你要干嘛？比如说我们老大现在还要上的学，年龄那么大了，他不那在学校国家那些补助不够他花的，我要给孩子钱。我们孩子说了，说人家赌博的时候人家不要钱，不用家里管了，他不行，他说那还得给你。还有老二，人家那个啥，人家说人家要不赌博了，他立马在家里头过年的时候孩子就说这件事儿，他立马发脾气，必须给我赌，我说了算。就这事儿，孩子当时没吭声，还是孩子懂事儿。我跟你说，孩子私下里跟我说，妈，你跟我爸说说，我真不想读了，我觉得可累，我这读了够了。我再说人家俩商量了呀，人家有朋友呀，说我们俩说了，我们毕业以后我们俩一块儿找工作，我们就不读了，也不给你添加负担。他不行呀，他闹腾，我还不能说，我一说甩脸子，要不就是转身就走，他不跟你沟通。老二不想读博，这样他孩子为我们家庭里考虑，家庭经济困难，想要早点进入社会，早点挣钱。我不需要他这样，因为什么？我这身边的咱们邻居，包括单位的很多同事的孩子，早早的大学毕业进入社会，那很多孩子上了几年班，又费了很大的劲去考研究生，甚至有些研究生参加工作了几年，又去很费劲的去读博。那么咱家孩子现在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能让他鼓励他去读博呢？他走很，还要他走很多弯路呢？孩子不懂事，咱们能不懂事吗？你看主持人听见没，他把自己的主意强加到我孩子身上，听懂了，就是还是他说了算。那别人的意见能不能听一听？我孩子认为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给孩子指明方向。不是，什么叫孩子懂事儿？按你的想法就叫懂事儿吗？但是我身边这样的事例太多了，那到最后受苦的孩子还很多。孩子他一开始也是不懂，对啊，这不就人生吗？那么上班了，这就是人生啊。我在这个人生阶段，我就不想读书了，我要工作，我觉得不够了，我再去读书，这不就是人生吗？你还能管别人的人生啊？也就是你老婆只要出一招就给你治得死死的，回去把那个社保卡和那个挂失重新办，办完以后拿到自己手里，该干嘛干嘛去，有什么好商量的呀？这不有什么好商量的呀？尊重就商量一下，别人不尊重你，你也可以不尊重他，这有什么好较劲的？你又不是他儿子，你是他媳妇儿，他儿子的管管事事他都管不了，就他这个秉性，到最后非给儿子气个半死。你们儿子不会按他的想法来的吗？儿子有儿子的人生吗？攒那么多钱有啥用？哎，给我们留点，你给你留啥了？你先给你老婆，你老婆现在就要用钱，你先来点。没老呢，我现在就想享受一下，行不行？我有没有资格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我不反对，不反对给人钱啊，但没必要去花钱才是。我怎么在花钱才得享受生活？我跟你结婚了20多年，我工作了20多年，我现在就要个7-8万块钱买辆车，我就买不了吗？我就问这件事儿，为啥就不行？不仅仅是因为买车，买车后续有很多。我现在就要买车，我其他的事儿我不说。买车是我反对。你反对，你把钱给我，我挣的钱。孩子都不是孩子不用你管，人家说了，一个工作一个读博不需要，别拿这个做借口。其实我们孩子上学呀、啊，花开销很大的，你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有可能没有我们体会深，实际上家里头真没多少。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就养一个孩子呀？哦，就生了个双胞胎就认为你们只是说一次弄了俩，我们可以分两次弄俩，对吧？这件事儿不矛盾吧？这位大哥，我打断一下，在这个现场，据我所知，有3个人都是两个孩子。行吧，我现在基本听明白了，实际较劲不是较劲在车上，而是较劲在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我作为一个妻子，我能不能有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我能不能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大概核心是在这儿。你能让他宽松个3-5年吗？我希望他还是跟我一块儿给这个家庭奋斗。不是，人家怎么没奋斗啊？后面还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你凭什么要求另外一个人去打工啊？好奇怪啊。
给儿子攒钱了嘛。他还有个奇怪的想法，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家是洛阳的嘛。啊。孩子，你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他肯定想在洛阳买房，是吧？哎，对，你咋知道了？这不用咋知道嘛，这不还要给孩子在洛阳买房？这不是，这就是一些有认知障碍的人，总认为自己高瞻远瞩，总认为自己是一慈父，总认为自己双肩担道义，总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牛的人。一看就是这样呗。你听大家说，我都不用说。这一看就这样呗，就活得太累了呗，就没活明白呗。有50多岁活成70岁的状态，他不是70岁，70岁都没这状态。这个就是什么？人生没有自信，总要别人验证。儿子读博不是儿子骄傲，是他骄傲，知道吧？儿子俩博，我家俩博士，我骄傲啊！哎呀，你看我工作没挣什么钱，我给我孩子在洛阳买了房了，我骄傲啊！那我就想问，我本身的能让你值得骄傲的是什么？你回答我。你本身有什么让你骄傲的？我支撑起来了这个家。啊？你什么？我支撑起来了这个家。再说一遍。你好意思吗？他没支撑。共同支撑。对呀，所以我问的是我呀，我的价值在哪儿啊？一个没有自我价值的人就愿意这样，通过要求别人实现自我价值。这说白了不就是自私吗？还嘚瑟啥呀？嘚瑟，我就看不惯这个，好像谁不养家谁不糊口谁不养娃一样。是，就弄得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养娃，就你是慈父，别人这些人都不行，就你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是吗？大哥，我给洛阳买房孩子想着我们都是洛阳人，洛阳就是孩子的根，将来孩子回来有个他的根的地。啥？再说一遍。他说洛阳是根，孩子必须得回来，落叶归根。不是，咱的根不是中国吗？那人家觉得洛阳才是。不是，你儿子这么认为吗？儿子认为不认为，我这样认为。啊，对呀，所以还是满足你嘛。哎，行了，我现在能理解您了。我好奇的问一句，这2000块钱的起跑，2000块钱是打哪儿弄来的？特别好奇的问一句。我问他要的。他给了。哎呀，吵架嘛，我回家跟婆婆说，婆婆让她给我的，老太太说你不给我给，老太太要给我，她没办法，她只能给我。哎，行吧，其实可以看出来很浓的夫妻感情，丈夫有特别深的那种传统的家庭男主人的责任，但是确实在思维上面陷入了一个怪圈，妻子的要求并不高，其实她想的比你更长远。他考虑到他的未来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去了，所以他想我喘口气儿。你这个就要理解他呀。行了，让老师们做你们的工作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您说他刚刚退休就逼着说让他再去找一份工作，理由是要多存一点钱，我请问多存多少算多？尽自己的微绵薄之力。已经尽力了。我们当然爱孩子，但我们不能把孩子当成我们人生的唯一。父母苦了一辈子，现在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您不但要自己放飞，也要拖着把他也带去放飞。您2年也退休了吧？对，把他也带走，真的，带去旅游，买个车。我蛮感动的是这一位妻子说的，我就3-5年，等到孩子有了孩子以后，我还是要去管，这我表达尊重。但我认为到那个时候孩子也不会让您全部去负责他的孩子，因为您的孩子懂事。所以大哥，今天您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我们四位，我不知道态度，电视机前可以搞个投票，我断言90%是支持大姐的，谢谢。何老师，听听人年轻人的啊。我跟你说啊，大叔，我就是那个可以硕博连读，但是我没有选择马上读博的人。我985大学毕业啊，我当时保研完了之后，我那一年的时候，我在大四的时候，我觉得我竭尽全力的。当时把我那4年要学的知识全部学完了，我觉得好累，
所以当时就算我保研了，然后我休学了一年，我去干什么？我去看世界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其实去选择放弃马上读博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吗？是学术压力过大。学术压力过大是真的会导致人的精神状态出问题的。我当时读研的时候，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瞬间，我跟我自己说，我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上学了。我当时也拿了保博资格的，我回去跟我爸妈商量，我说那我是继续往下读呢，还是我要先进入社会。我父母就跟我说，当下你觉得什么样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最有益的，你就做这个选择。对，我也这意思。因为你也许觉得世俗眼中的优秀是优秀，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只有我真正内心我身心健康身心愉悦，我才能够真的走得长远。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儿子很优秀的话，你要相信他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我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现在是第三年，我这两年不停地去看社会，然后在我自己的人文学科里面探索。我在今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今年八月份就继续回去读博了。因为我很清楚我在什么阶段做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是最有益的。请您相信自己的孩子，也相信自己的老婆，你们一定是很有智慧的一家人，才能够把两个孩子培养到今天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因为您说你有两个儿子嘛，对吧？那你肯定考虑了他现在找对象然后以后结婚的这个问题，对吧？是的。好，我这样跟你讲，我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我知道你们家的家庭氛围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是不敢嫁给你儿子的。为什么呢？如果我是你儿子的女朋友，我们两个现在已经要开始规划属于我们俩未来的这条路了。你要不要读博？你要不要参加工作？那是我和他之间未来如果要经营一个新的家庭，我们两个应该要核心讨论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两个非常深思熟虑核心讨论过后回去被你爸爸一票否决，那你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让这个女生觉得你也否定了她呢？第二，如果我到你们家去，我发现啊，我未来的婆婆连买一条裙子都要跟我公公开口，那这个事情很可怕的。那我就想说，未来会不会如果我想要去私立医院生孩子，我的公公会跟我说你这样不对？会的。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你得替我孙子存点钱。对，就是站在你儿子的立场，我就为他说两句话啊，因为我跟他应该是同龄人。说完了，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说得很好。来，你要尊重孩子啊，尊重嘛啊，曲总曲总曲总，刚才无数次谈到尊重，我说你不尊重你的老婆，你接受吗？不接受。我告诉你原因在哪里。他想去享受晚年的生活，也就两三年，因此想去购一辆车，你不同意。他完全有权利有资格也应该获得这样的一个奖励，帮你尽孝，同时培养出了两个如此优秀的孩子，同时他也工作他也挣钱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的母亲想过清静的日子，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以为说儿媳妇儿去陪着老人，这样老人不寂寞。你尊重你的母亲的想法了吗？你尊重她的感受了吗？没有。第三个事实，儿子大概率两个儿子不会归根到洛阳，不会用到你所谓要去买的那两个房子。如果你买了那两个房子也是空空的，你看起来会更加凄凉，这也是个事实，你能接受吗？你难道还要强迫两个孩子必须要回到洛阳生活吗？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这辆车必须得买，而且得现在买。老母亲80多了，身体可能很快就行动不便了，就要去个医院照顾看看的，有辆车多方便啊，这也是尽孝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具。你忘了，你只看到了钱，好像你看到钱就是为了爱，就是为了儿子，就是好像你为这个家负责，但是我们却因为钱你不尊重你的伴侣，你不去感受别人的感受，从妈妈妻子到儿子你都不尊重，你有点太自我了。钱真的重要吗？钱花出去才对于你来说有意义，听见没有？这个车必须要马上买，好吧？能满足多方的需要，这是一个共赢的一个局面。别攥着那7-8万块钱，钱这个数字很冷冰冰的，花出去买了车那就是暖洋洋的，听懂了没有？你点头了啊？就这
谢谢曲总。来，米娜老师。我跟大家略有一点不同意见。刚刚大家都在劝说是一定要有辆车，为什么一定要有辆车啊？租个车不就完活了吗？有租赁公司的这个帮你去做保养，你也不用愁家里头如果买辆车了的话，这个停车位了、停车费了、护理费了、各种东西了，对吧？所以如果对，如果换成是我，我老公说不能买车，大头的钱又都在他手里，那好啊，那我租车好了，我走了，不就这么简单吗？就包括2000多块钱的旗袍，是个女人都有张信用卡，还用问吗？赵川老师问说你怎么花的那2000块钱，我连花2000块钱的信用卡我都不能先刷吗？我花呗的额度没2000透支吗？您今天既然选择了退休后我终于可以不再看老板的眼色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你想干什么你有权利自己做主的呀。所以眼下我觉得也不需要我们极力的来劝您的丈夫要做什么调整了，因为他怎么劝，独立的您、领工资的您、有退休金的您、体面漂亮优雅的您，一定能有办法拆了他的那些招，对吧？而至于未来他的人生设计，他的两个儿子会替您直接的反抗他的，儿子不会听您的规划的，儿子一定会让您失望的，您会觉得您的骄傲怎么会在很多人生节骨眼上让您觉得啪啪打脸，怎么我给他设计的一条康庄大道他就是不走，而且儿子也会告诉你说你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你体会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艰辛，你规划的幸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想要的幸福，所以那一些规划咱也就不规划了，您好好的就是过完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老婆愿意怎么设计她的人生，设计人生就告诉老婆低于多少的钱你随便动，然后比如说高于50000的额度我们商量，就这嘛，然后咱想租就租，想存就存，想买就买，一切生活决定自己做主，不要再指望人生什么都等着他开口来决定您的去向了，好吧？好，谢谢明娜老师。谢谢。其实你应该觉得自己有福气，有没有觉得？其实说到我们家里钱是我掌握，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俩谁都不愿意拿这个钱，都想叫对方拿。但是我爱人的性格比较开朗，存不住钱，怕自己花钱。非得让我拿，所以说我们家的钱才是我掌握。他哪知道您是一铁公鸡呢？他可不知道您是一铁门栓呢。他要知道您是一铁门栓，他就不这么干了。我是觉得一定要买车，为什么？我觉得那个车是个符号，真的，是这个女人要求的一个符号。我20多年，我配不配有一辆车，较劲在我配不配，我值不值。你承不承认我？人家把它具象化了，你承不承认吗？我当然承认。承认就给人买车嘛，别光嘴上说嘛。我是想，要是买车，我赞成，但是得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是，现在咋不允许呢？负担太重了。现在啥负担？孩子还没有毕业，毕业了之后马上要面临着谈朋友、结婚、买房。又回来了，给儿子攒钱，给洛阳买房子。就买到洛阳，孩子住不住还不一定，孩子回不回也不一定。老婆叶落归根，他说的，孩子没吭声，只是不想跟你吵架而已。来，这大哥，这车就是老婆的意愿，你满足不满足，谁重要？老婆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他不是车，是老婆。所以咱啊，就先别说别的，咱租个车就直接先自驾游全国去，然后让他收账单，让他告诉你说，老婆，要不咱还是买车吧。哎，对对对，我觉得米娜老师这建议也很好。您这个办法好，租车行哈。刚才您说米娜老师说的租车行对吧？是吧？开销少，方便。好，那个开销才大呢。没问题，没问题，让他租，让他租。哎，这么好，一年30000块钱够了。先不把时间花在跟他磨叽上，想玩立刻出去玩，因为这是我告诉您的核心。因为大哥是，而不是要省钱。大哥，您是同意租车的对吧？您是同意租车的对吧？啊，还有油费、过桥过路费，那没事儿没事儿。大哥同意租车了就行了。那随便各种级别都可以租嘛，对吧？是不是？租个大奔驰，一天6000-7000，对吧？
也能做啊。您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是开玩笑的。有一点我们就提醒你，这人呐，不能太自私。一个人一旦自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事儿就难办了。其实您哪里是为家庭好嘛，不过就是满足了一己之私欲嘛。可能主持人不是特别了解，也许男人的身上的担子很重，所以说不考虑这个，包括我们夫妻俩就可能不考虑我们自己，就考虑将来这个家庭各种各样的会遇到有些什么问题，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活着。不是，你有一个误区，你老是说为孩子为孩子，孩子都说了他不用你管。他不是为孩子，现在就是攒钱上瘾，抠钱开心，最后就是这样，人最后就活成了钱的奴隶了嘛。行了，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姐，我觉得解决方案其实已经有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挂失，工资卡自己拿着，该干嘛干嘛，也不是说不为这家庭付出了，对不对？第二，本着尊重的原则，我马上我回去就租车嘛，我先租车练手嘛，然后我才能开车去长途嘛，趁着这一两年两三年抓紧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嘛，因为确实那些年都很辛苦了嘛，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资格去做这件事。至于大哥是不是同意认不认可，那不重要，就像他所有的决定您是都不认可的，对吧？对，对吧？我是真不认可。但是您支持他，默默地支持他做了，对不对？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爱嘛，所以你去支持他嘛，对吧？虽然心里是不认可，但是你还是由他去做了嘛。如果他爱你的话，你由着性子做一些事儿，他也不就默默地接受了嘛，对不对？你们是认定彼此之间的情感很好的，对吧？嗯，是吧，大哥？那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吗？行了，时间留给你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婆，我很想满足你的要求，也会尽咱们家的条件，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希望咱们家庭和和睦睦，共同把生活过好。我希望你改变观念，如果你改变不了观念的话，我就自己做主了。我该干嘛干嘛，就是你说呢，我要放飞自我，我就放飞自我，我就任性这一把，就这三五年我就任性，你接受也行，不接受也行，我就这样。哎，咱今天这样，您就说回去就给人买，您就出来。您说回去不买您就别出来，因为你们夫妻肯定是分不开的，咱把这个出不出来当成一种表态，好不好？好的。好吧，谢谢您，请回。您也想一想，即使他买了你要不要出来。来吧，伯鸿兄，这个丈夫明显的是被妻子宠坏了，所以妻子一定这一次要为自己做一次主，坚决的做中年叛逆者，双出。双出，他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的妻子这么刚硬。双出，我听出妻子的决绝。单出，妻子出丈夫不出，但是妻子必须得更刚硬给他看，就是要么立刻租车走了，要么立刻咱就贷款买车了，就管你同人家就觉得他出不出来不重要，今天谈判谈得不好不开心，人不就要放飞一下吗？我就晾着你，你买了怎么着我还是不高兴。可能他已经买车去了。对啊，挺好的呀。晚了，晚了，7-8万的车打不住了。没事，我会努力的。不是，大哥，你也没做错，你啥都没错。咱凭良心说，你做错啥？啥都没错，只是在婚姻生活当中，你太忽略你爱人的感受了。谢谢主持人今天的开导。我给你个建议，我有些思想有可能是走得有点极端了，把这个问题给就太极端。我给您建议吧。从咱们这儿回去的时候，反正你们夫妻感情好，他今天就是想撅一下你们面子，表达一个决心。回去的时候可以从我们天津租辆车开回去，你们两口子也在路上感受一下风景，正好让他感受一下自驾到底有没有他想的那么大的乐趣。不是一定要刚的，对吧？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人家不就是想跟你说
老公，我是家里重要的一员，你能不能在意我的感受？你得给人一回应啊，您说呢？谢谢您啊，请回，加油，不容易，加油加油。谢谢各位，这边这边这边。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俩相处一年多了，他种种行为总是表现得很幼稚，经常无理取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体现出互相不信任，这让我们很难继续交往。都说学生时代的恋爱是最纯粹的，不会夹杂其他的东西，现在看来未必如此。男人包容女人天经地义，但每一次都是我去哄他，有时真的感觉很累。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王，21岁，来自四川学生；女嘉宾小徐，21岁，来自广西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同学吧？对。谁追的谁？我追的他。听说你现在只要一跟他闹矛盾，你就得出车祸是吧？啊，谈个恋爱怎么老出车祸呢？也不是说每次都出车祸吧，啊，就车祸、骨折，就这些，反正就是要进医院。那就具体说说吧。咱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嘛，嗯，然后大大小小的矛盾都有过，嗯，然后就每次一有矛盾，他就是要进医院。就拿咱们第一次吵架的时候，那会儿咱们刚在一起不久，就2个多月吧，然后他就敷衍我，然后我就跟他吵，然后他就冷暴力我，一整天没给我发信息。后来我是在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个朋友圈，说自己骨折进医院了，打篮球打的。当时我就想，我说他就不能主动找我说吗？怎么发了个朋友圈，什么意思呀？当时我们正在闹矛盾啊，我跟你说了，你会理我吗？真骨折假骨折，小子？真的。真骨折呀？就是打球打的。哎呀，这个恋爱不要谈了吧，这都是要命的情感。这还只是一次啊。一次啊？一共多少次，啊，你告诉我。目前我印象里就是有四次。四次了？对，第二次是那会儿是情人节的时候嘛，啊，然后他给我买了个塑料项链，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寻思着，我说我就值塑料吗？我当时正在发烧，然后想到情人节送你一个项链，当时头昏脑胀的，根本就没看到那是个塑料项链。后来他就是跟我道歉了嘛，但他是怎么个道歉法呢？是他当天晚上又跟他舍友起了争执，然后被他舍友误伤了，然后又进了医院，是我主动去找他说的话，他才跟我道的歉。还有第三次呢，第三次也是，第三次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他，平常就不体贴，不够照顾我，我就吐槽他嘛，还在跟他吵呢，吵着吵着他又不见了，我当时我又想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5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晚上失眠，吃了很多安眠药，然后被舍友送进了医院里。洗胃啊？对对，那是那几天我正好失眠，然后又和他吵了架，就心烦嘛，睡不着，我也想着多吃几颗。吃了几粒？就吃了差不多有6-7粒那种。好厉害啊。第四次呢？就是1周年嘛，那会儿我一周年。对，一周年。什么一周年？就咱俩一周年的时候。哦，你们俩这个相爱一周年啊。对对对啊，然后我去找他嘛，我自己去的，那个绿皮火车1000多公里呢，我自己去找他，给他准备了礼物，但他什么都没给我准备。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又出车祸了，他没给我准备，我肯定生气啊，我要跟他吵嘛。然后我刚回到这边，他就告诉我他出车祸了。当时我给他准备了，我还给他看了，他没买啊。我准备买啊。那你为什么不买呢？当时钱不够啊。出了啥车祸？就是当时和一个打的嘛，和一个司机一起，然后他就是突然来一辆车，然后就撞在一起，就这个腿受了一点伤。所以你们俩还是别谈了，你们俩这恋爱谈的真是要命，你知道吗？就为啥来呀？就是想来看看能不能再调解调解，他人挺踏实的啊。对啊，那你们的情感出的什么问题呢？老吵老吵的。
就一年其实也就吵这几次，就偏偏这几次每次都这样。对对对，所以这事儿就不对吗？而且他从小就喜欢那些芭比娃娃，然后还喜欢玩装扮游戏。嗯，那些装扮用的那些首饰啊，那些假发、裙子啊，还有鞋，都是我给他买的，还让我给他，我还给他当了模特。当什么？模特，就是男扮女装。他是我男朋友嘛，我不找他当，我找谁当嘛？而且那些东西都用在他身上。不是他为什么要？就等于你要让他一装是吗？嗯，我给他装扮呀。啊？我给他装扮呀。你自己装不就行了吗？我喜欢装别人。你接受啊？不接受啊，我感觉好没面子。他还有轻微的幻想症，就每次一看完剧嘛，他就会幻想自己成为那里面的女主。哦。然后什么，就像那种千金大小姐啊、大明星之类的。啊。还得拉着我和他一起演，如果不配合他，他就又吵又闹，甚至还会闹着分手。这不正常吗？那女孩子都有点自己的那个演员梦吧，大明星梦啊这些的。我也不是经常这样啊，我就时不时这样而已，这你都不能接受吗？我感觉自己像个跑龙套的一样，一天干的这么多事儿，然后还这么累，你感觉你太自私了啊，都不会尊重我。说我自私，就咱俩一个学校的不是吗？一个班的，然后他还总是跟他的室友吃饭也一起玩，也一起玩，什么都干一起，还叫宝宝宝贝的，他都不这么叫我，都叫我的名字。我觉得我还比不过一个男的了。这我和我室友一起吃饭不是很正常吗？我们经常待在一起，而且我们男生之间叫宝宝宝贝都很正常，就互相导乐趣嘛。我还看见你们同吃一个冰激凌，反正我觉得你这样。两个男孩同吃一个冰，对啊，同吃一个冰激凌。现在男生都是这样啊，不会在意这些。有些男生啊，好吧，我这个行，记下了。而且反正他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有男朋友跟没男朋友没什么两样。你还说我，你和你那些男闺蜜呢，你们做的事我都不想说了。我们什么事呀？你说呀，有啥不能说的？就他们每天就是分享日常嘛，就像情侣一样分享日常，然后还互相晚上还打视频嘘寒问暖的，还附送礼物。那我们是朋友啊，都不在一个学校，不就只能聊天打视频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每天都聊天，几乎吧，也不是说每天，哦，几乎每天都打视频。对啊，但一般都是对方联系我。哦，但我很少。就是对方送的礼物应该比他送的礼物好，对吧？能送到心坎里，对吧？对，毕竟认识的比他久。啊，好的，听明白了啊，互相吃醋，啊，还有什么？今天咱们都把吐槽吐完了，为了以后你不进医院，你知道吗？来，他其实还不止，他和那男闺蜜，我记得有一次，他和那男闺蜜一起就是出去玩嘛，然后他们两个玩得太晚了，就不打算回家，就在外面随便住一起了，主要是。他住的是一间房，那是我们住一起又没睡一起，我们开的标间呢，这么晚了不住外面，你让我睡桥洞吗？那为什么不开两间呢？资金不够啊，那没办法嘛，而且我也跟你说了呀。那资金不够，你当时可以直接和我说，我给啊。和你说有什么用啊？你连彩礼都不想给。十二万对于一个我们这种，我家原本就是普通工薪嘛，就是。十二万压力确实很大啊。不是，怎么都说到彩礼了？就是我们是两是准备着奔着结婚去的。好嘛，但我是远嫁呀，我从广西到四川，对吧？这么远呢，我们家那边本来就不提倡远嫁。十二万很大吗？但是为什么你不和你父母商量一下，把彩礼给说低一点？你让我把彩礼说低，你怎么不想着跟你父母商量东拼西凑啊，把这十二万给凑齐了呀？也对，你是妈宝男嘛，什么都听你妈的，去哪玩都要跟她说，每天吃什么喝什么逛了啥都要跟她说，有必要吗？但是我和我妈妈报备一下，让她心安一点不好吗？那没必要什么都说吧，咱俩出去买衣服，我给你挑衣服，我都挑好了，也挺适合你的。结果你怎么着，你要说我跟我妈说一下吧，看看她满意吗？她要不满意你就不买，那我的心意呢？我妈从小就给我选衣服，她知道我适合搭配什么，问一下她意见，这不很正常吗？
连我妈的醋你也要吃，我感觉你心里有问题。说我心里有问题？嗯，他自己平常还总是看女主播，有一次就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然后发现他也没睡，他就背着我在那刷视频，我一看是在看女主播呢。我只是好奇看一下，我又不会真的去找他。你们男的都这样。曲薇，你看女主播吧，说老实话，看。就说嘛，你们男的都这样。喂，不是，这里还有个男的，稍等，还有个男的不看的，不是，大部分你不看，我真不看。好的，请问米娜老师给咱直播的时候看不看？看。莎娜老师直播的时候看不看？看。严品红老师直播的时候看不看？看。是因为错过了。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也给我分享，正好也是这女主，她告诉我，她说她男朋友也看这个，我就纳闷了，我说这女主播有什么魅力啊，怎么都看她？我点进去了解一下，还是个少妇呢。你那么喜欢少妇吗？人家都离婚了，别想了。不，你这孩子，哎呀，你们现在20多岁姑娘都这，人家都离婚了，不正好想吗？啊，对吧？你看这少妇就是不一样，你看这思路跟你们这少女就是不一样吧，很清奇是吧？那谁有女朋友了还看这些呀？但是我后来改了，我没看了。哎，我以为你改了，结果你创了个小号，真搞笑。我创小号是因为我朋友要发给我，我不可能驳人家面子不看吧。所以说都这样。那你那弟弟呢？你的弟弟就不是这样吗？我弟才10岁，他怎么可能这样啊？你弟10岁，你还要你去教他洗澡？他还没会啊。那我作为姐姐不是应该照顾他吗？10岁男生不会洗澡啊？嗯，还要你洗啊？不会，我教他洗。你妈为啥不教？你爹为啥不教？这不，他们平常忙。这10岁男生不会洗澡，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姑娘。你作为姐姐帮他洗澡也确实是个大问题，啊！提醒你注意一下。除了10岁不会洗澡，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平时收一些手办嘛，然后他弟弟喜欢，不管价格贵不贵，他就直接给他弟弟了。那他还小啊，我弟弟就不是你弟弟了吗？以后他也是你弟弟啊，你给他怎么了？他现在不是啊。对呀，他现在不是。是不是特别宠弟弟？对，他就听懂了。伏地啊，伏地魔是吧？对啊。行，今天来是干啥？就是想调解一下，看看能不能调解。别调了，赶紧分手，这玩意儿没法调，这咋调啊？我跟他提过，他不同意。你为啥不同意啊？感觉他好一点吧。没，他没啥好的呀，跟你一说。就是，其实问题也就这些，但其他方面还是对我很好。还生活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吗？就是比如我生病啊，他之类的，他都会第一时间来照顾我。对，你不能天天生病吧？就是我平时就赖床嘛，他会给我带饭。你看这个事儿，你请个保姆就可以完成。今年大几啊？今年大2。大二？对。哦，那我说早了，我以为是大4，大4就分了得了，大2是吧？那还能再折腾两年。所以才想着要再磨合，但是反正我之前想的就是磨合不了就算了。啊，行吧，那接下来就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我提醒你啊，就是如果说两个人谈恋爱，谈了1年多的恋爱，这人就因为谈恋爱进了4次医院，这恋爱不谈也罢，你知道吗？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兄，刚才你们两个人相互指责，您看他和男室友，您和男闺蜜。我可以断言都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们扪心自问，您和男室友在一起的时候，您和男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获得感？是不是有一种认同感？这恰恰说明你们在这一段恋情当中没有这样的获得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们现在需要想的就是你们这一段恋情还能不能维系，你们这段恋情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实一览无余，不用我多赘述了。谢谢。谢谢包文兄。文老师，其实我觉得21岁年纪跟他们去谈什么未来啊，什么结婚啊，这东西
太飘渺了、嗯、你们两个现在就是拿着一个什么哎呀结婚这事儿出来说事儿，仅此而已啊，他只是你们两个之间现在相处过程中你俩都太闲了知道吗，就你们俩这段感情没有任何抗击打能力，你们两个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看你们俩对方的眼神里是没有光的，就是没有那种亲密关系里面那种互相吸引的感觉。男生我觉得你要自己心里好好反思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叫你的室友叫宝贝儿，为什么可以叫这么亲密的称呼，但是对你的女朋友你是今天场上这个状态，就是不管他输出什么样的东西你的情绪一直都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区间里面，但是你女朋友的情绪就不会，她会因为你的一些反应她会跟着你有来有回，但其实你的一个信号 你是屏蔽她的，你很多东西都是屏蔽她的。小王你不爱她，而且这一点你心里我觉得或多或少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明显的知道，因为你对她不再想占有，你对她不再想拥有，你要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人家哦。完毕。好，谢谢文老师。曲总，你们可能分不清亲密关系和爱情他们俩的区别。什么是亲密关系啊？里面会有几个关键词，了解、关心、依赖、相互性，就互相思想和生活的融合，承诺、信任，叫亲密关系。亲密关系里分成三类感情，友情、亲情、爱情。很显然你们两个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方面都是没有尺度的，你和男室友，你和弟弟，你和男闺蜜都存在类似同样的问题。好的，不禁要问，那爱情区别于其他几种情感到底它的独特性在哪儿？第一呢，一般的亲密关系是可以培养的，爱情很难。第二一个呢，爱情是有排他性的。你们看看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里面有排他性吗？没有啊，你跟男室友的这种相处方式没有为对方感受到我们在爱情当中我们对为彼此我们要一个排他性的，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但你们做了。第三一点，有激情吗？你们之间有思念吗？你们之间有对于说我们的爱情我们要天天在一起朝思暮想情不自禁吗？有吗？你们想两个人在一起而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有吗？你们有的是一种亲密关系，我只能给它定性为，但它是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你们就享受这种关系，但是总是到达不了爱情那一步，问题就在于说你们没有爱上彼此。你们可能想要跟彼此去保持这种亲密关系，但它可能更多的是朋友，但它又不是，很玄妙。所以说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激情，朝思暮想，有没有可以专一的为对方，为对方搞定，说我不能做出越界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倒退，让我们保持一个朋友的距离就好了，好吗？你们爱情的成分太少了。谢谢曲总。米娜老师，到底谁要来的？是谁要来的？你要来的？你是要来干嘛？挽留一下。挽留一下要分手的女朋友啊？那你这一次怎么不再让自己发生什么意外呢？你的女朋友她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没那么爱我，这个男孩子只是想占有我。你不就是想像留住一个玩具，留住一个大人一样吗？你不去用正确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愿望，就只用我弱小，我无助，此刻我在低谷，来唤起身边人对你的垂怜和对你犯下的过错的姑息。你的女朋友一再地发现了你没那么爱她，你让她走就是了，不用那样独占着所有的人都留在你身边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对方如果你想分手，姑娘，对方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请你都不要理。你要想分手的话，这个人首先应该消失在你的微信里，你也不用再看他的朋友圈，也不用听他嘤嘤嘤地告诉你他怎么了，他就是走出门被雷劈了，关你什么事儿？凭什么他倒霉你就得多做他女朋友两天？很多时候就是当有一些手必须得来到这个舞台上分的时候，我都很怀疑大家的动机，就是不想分的话咱就何必一定要以分手作为一个幌子呢？
要想分的话，您就狠心决绝一点，他这边就无计可施了哈。想分就分，不想分就再在一块儿，你们俩反正还年轻，有试错的成本。谢谢米娜老师。年轻人谈恋爱嘛，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两个人谈一年多不合适，不合适就和平分手，不用强扭着。你说你没有那么喜欢他，你有那么爱他吗？我就觉得他人挺老实的。对啊，你找的是个爱人，你找的不是个老实的人，对吧？那个男闺蜜不也挺好的吗？但是我跟他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们俩真的没什么，没有那方面的，因为他跟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曲总刚才说那个，你看你跟那个男闺蜜可能就是一种亲密关系，而不是爱。这小子就没有看更多的看到爱，就是你在寻找一种谈恋爱的感觉，向世人宣布我有一个女朋友，对吧？男生说那个话是没有将来的，你能察觉到你那个前后矛盾吗？那能不能你仔细想你自己说的话，我是在勾画我们俩的未来，但是其实我根本压根就没勾画。为什么老师们给出的是一个理性分手的意见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在大学里你们还有很多的时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一段情感困扰你们更好的人生，是这个意思好吗？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他对我很好啊，我一点平时那些日常点点滴滴和他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不想分，想挽留你。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我觉得你很多做法真的让我觉得很累，总是要我去叫，我去说你才能去做，总要我去提醒，真的觉得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你就让我走吧。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结果，伯鸿兄，女不出男出。文老师，我也觉得是女不出男出。双不出。说男出女不出。啊，男出女不出。对于女孩来讲，分手这事儿不要说什么放了我吧，你不是条鱼长腿的哈。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挺好啊，双不出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们生活里的标准模式。发生争执的时候，男生首先想到的是先回避争执，然后想办法引起关注，这不就是他们无数次争吵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吗？这感情不就处理凉了吗？因为他在情感关系当中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男生啊，还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好了，我们就祝他们能够拥抱阳光快乐的生活，是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